断线了，闪电剑。更多训练。啊！该弹药出去了。插断，还真有插断闪电。出一滴血生物如何？你好啊，我要考虑一下，真是遗憾。摸着手哎。来这里单挑，驱虫。两个气卡在一起大好。哇，不是吧？笑得快。能这么做？这样吗？这是怎样？所以我应该先丢灵魂之火。龙。阿古斯哎。等等，冷静一下。这会丢两张，这会丢一张。所以问题是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还 OK， 那就丢阿古斯下去。这里，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那我其实不想抽牌。那你白死了、欸。有点出有点烂。还复杂。What？ 八点。多少痛？为了十字军，冲进突破口。你给我冲啊！没有人，真的有人放魂术？如果被反派人打掉，不是超亏吗？七七，赢了！终于哦！我怎么常发生这种状况啊？交给我的守卫好了。哎，我可以抽一张吗？十七，撸 all the way， 我没有炸鸡。我现在有两张金卡传说。
时光荣耀阿忠，你的灵魂属于我。哦，谢谢你，谢不了。额外星星。哦，灵魂之火。Free win, free play。光剑断空。古尔丹，对上索尔。为了末日锤。你的灵魂属于我。不需要沉默。终于守护完美再来。场场起手都有烈焰小鬼，还蛮扯的。高级入侵，我死了！你好啊，闪电剑，不要害羞。圣光会护佑我。不理你。我放在钢骨铁匠不要安。哦，是我赚的部分。死缠呢？要用吗？用一下。OK。再放一张会怕闪电风暴。我想再放一张。因为。像闪电风暴，它有一半的机会会存活下来。不过刚其实有可能加到他身上，而且他应该没有闪电风暴，所以至少应该摆在这。像嘲讽会加到他身上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，换掉了。钢骨铁匠不要安。攻击。好像是一只受伤血的，是吗？还不起，妖术好亮，金色的，冲进突破，他有武器，所以可以留一下。要血不够快啊！噔噔噔！
现在我闪电风暴一定会下。有火元素的话，两张软泥会不会太多？是有一点多，呵呵。要尽量放在中间。加入，不然就死。嗯。冲进突破口。这样。剑无虚发。哦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，加入不然就死。教烈昏魂，像少女都不怕闪电风暴一下。圣光会护佑我。拆金卡传说就有炸机，对啊，可是我不想拆。我看到两张。开心。我来射一箭。啊！哎，他交差了，他已经冲进突破口。嘲讽长城。为了十字军。换掉好了。教烈昏魂，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。一滴血长城还差不多。哇，抽到炸机，抽到传说都怪怪的。气质，我是不小心在玩弄他。哦，没有位置了。尝尝我的刀剑，加入不然就死。没，这奇怪的东东。突破口。教烈昏魂。抽张卡。哇，我应该先。不喜欢心情高啊，没有位置啊，大大。哇，还真的有武器。这场行了，还是像愤怒机。十六，发生什么事？窗帘。其实没有抽到那个末日守卫跟什么，跟古尔丹对上真纳，跟灵魂之火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就没有那么强。属于我，死残应该不需要。快打到十二，我要撞撞。哦，打到十二。
头上。你满足。欸、对，他有可能会用火球打。对。我有一天会给你。哦，没有。灵魂之火。虽然这样遇到水人士我会比较弱，而且我应该先丢魂符再叫什么死缠蛋吧。点生物附件兵，好好。我合了一些奇怪的卡，我合了一些什么苍蓝龙之类的。让我想想。千金，千金也太多了吧。让我想想，你在想啊？火球，打我脸！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不过这样可能代表他有，就少打瑞克。我常常竞技场，撞掉了，撞掉了。我想想，等等，这样是七加，这样是十，十加五。不学习真高啊！哎，接住！哎，接住！这样才有烈焰风暴，等下就可以出了。祝福吗？完工了。哦，不练风暴就算了。练风暴叫神抽冲锋，应该还有蛮多冲锋，或者是魂火。每天都很想开卡包。冲锋过来吧！哈哈哈哈哈！神抽！这手漂亮！十五号还没。先打一场，
果丹对上，真的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的灵魂属于我。打打的就也是。我放一个花筒。恐狼留着好了。只是法师啊，法师在竞技场，不是竞技场。法师在这里。这是什么？法师在 rank 应该不夯啊。法师在 rank 不夯。法师在 rank 不夯，知道每个人开局都这样。详细排组哦，我等下截图哦。应该是这个，可就被这个吃掉。不，不要出秘密！天哪，还剩很少，就是。阿普斯，阿普斯还好。准备上路。这不是复制。扛长我的刀剑。不是复制就还好。所以是法秘密流，秘密流。香港电话出来。No。呼吁去卡三个人物，两个四十，故意解六十斤。是哦，所以那到底是什么秘密啊？阿古斯不错不错，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话说一百斤的都跑哪里去？该怎么做呢？少两个，拿到四十斤的哦。少两个拿到四十斤任务的机会，嗯，算有点复杂。这法师在干嘛？你好啊！先去开小画家吧。时间快不够了，在电脑上应该有小画家。他正在也可以。该怎么做？小画家。所以可能是计划，可能是盾，但不是复制，不是盾，所以可能是法术相关的东西。他可能有猎人风暴，
然后刚才装傻，看下面有在烧线，哦，在烧，哇，又有一代女法师，还好我还 hold 住，没有烈焰风暴就好说啊，先翻，哦。好有对战，好啊！冲进突破口！这里好。抽三张，打三胜才行。星先翻。应该一定要理他，那就这样吧。他感觉没有烈焰风暴，或是没有抽到。我的魔法会撕裂。烈焰风暴，没有。哦，烈焰风暴 ，no！ 虚无行者，船，我不要输啊！逆流有点强啊！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要放两个秘密哦。明天作业爆炸。收到。哦。反制，这要怎样？这样好。遇到秘密法师，哦，神速！可我两张以太秘法师都解掉了。不、哦，开火球就出去了。你好啊！这个。谢谢你。你的灵魂会受难。所以他放的秘密是。复制镜像体，还有反击。辛苦了。开个 Skype， 用这个好了。我已经忘记这是什么了。
反正是快攻什么？快攻牧师。安度因，对上索尔。为了末日锤，圣光会带来胜利。暗影形态。Hello。哎，你怎么用牧师啊？不能用牧师吗？你该不会放阿周吧？我不记得了，我记得没有。不可以放阿周。为什么不能放阿周？你是想干嘛？阿周太 OP 了。阿周一点都不 OP， 阿周超烂。阿周只会让对手很卡而已，就造成稍微的不舒适，就这样。好小声哦，怎么变这样？哦，因为开 Skype 的话，其他东西会变小声，你要去Skype 里面的设定条，叫他不要变小声。有这种事？有。完工了。等一下，那我调一下，在哪里啊？工设定选项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帮你找找看，我忘记了。小声。好可怕！你那里是什么声音？有车车，是不要自动调整扬声器设定吗？对对对对。哦，现在好一点吗？我想想，暗影形态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哪有人这样的？我就放一张啊。OP OP， 哼哼 ，OP OP， 那你干嘛不放两张？因为后期抽到没有用。哦，你这样可能会被我滚雪球哦。有可能。打这个好了。那你有放那个吗？偷人的。偷人。那个那叫什么？心灵控制。我不知道，我完全忘记这面有什么了。嗯，你玩的不错。你也是，摆好多，九张。哎、欸，那个心灵专测动画超酷的、欸。有吗？啊、就有东西吐出来而已吗？十年，再工作十年哇！那你要不要听《十年》这首歌？还好哎、欸。好吧。为什么你今天都没放音乐？很久都没放了吧？为什么不放？你电脑不是很棒，算不错、啊。你这样有何意义？牧师超慢。专心上课。太小声了吧？Skype 到底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出错了。为什么？这样不好吗？你是不想出那个钱币哦？沉默。我很乐意学习。就我这样多了水晶啊，不知道在干嘛、哦。我到底在干嘛、啊？可以哦，多一个水晶啊！你用一个水晶哦，撑血量配灵魂之火。嗯，你调好声音了没啊？感觉还是怪怪的。
该没有法术了吧？不告诉你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回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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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血。我看看。图腾杀手。你本来知道我用萨满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忘记这个是为了克你哪一套做的。德鲁伊吧？德鲁伊吗？嗯，不记得。哦，天哪，太多生物啦！我看看。你不要乱回血好不好？转究股市。这是我唯一的紫，这是第一只紫罗兰吗？对啊，你有两只哦。嗯，不知道。我是紫罗兰要干嘛？紫罗兰很好用啊。你今天超多牌嘞。也是啊。OP OP， 哦，也是哦，这样配火蛇还蛮不错的。什么？我说就紫罗兰叫出小弟之后配火蛇啊，感觉蛮不错的。好。OP OP。这样有点难打。没事没事，你做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怕你打，我以为你那样会打到自己，其实不会。啊，对啊，不会啊，因为那个，对啊。一二三四五六。我要输了。六。等一下哦。好。哇，22滴耶！1,2,3,4,5,19，手是血哦。反正你应该不会回血。你又知道？我知道啊，那天陶土一会出。哦，蜂蜜。你为什么不用刚刚的入跟我打？为什么要用刚刚的入跟你打？那感觉很强，感觉比较强。哦，因为我想，弱我想看，我想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怒回血给你看，好像没什么用，好像没什么用。那你应该，啊，刚应该可以抽牌吧？哦，你说先打哦，对耶，GG，对，刚刚可以多抽一张牌。我不知道我组这副的时候在想什么。那
你还要玩吗？还是你要打 rank 了？再一场好了。好，那你要换个牌吗？嗯，我会换。好。没得冲。那你要玩哪个英雄？先打就可以冲。为什么要先说不要？那我也不告诉你。好，可以抽一张。是这个吗？你感受到幽柔法师了吗？幽柔是什么？就是打脸，我也不知道，这应该说是奇迹法师。You only live once。对吧、啊？原来这叫幽柔法师哦。应该不算了。哎、欸，你后来那个三一的法师多少啊？三一的法师，你说今天哦。一开始的、哦，嗯，四胜而已，今天超惨的、欸。哦，我昨天十二胜。哦，我知道你有跟我讲。你放末日锤。你该不会放软泥吧？哼哼，不告诉你。对，不告诉我。不能吧？应该会放很多武器吧？我后悔了。哦、你是不是都随便使用钱币？对。随便使用钱币，也没有，也没什么不好的啊。嗯，想想，双生不用。Hello， 嗨，感觉已经被妖挑过。哦，哦，我想起为什么了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没有，我说那个，我把炉石的声音调小一点的样子。不是，是 Skype 真的会变小。嗯，可是他调就是他没有帮我把它调回来，吧？哼哦，我最讨厌的人，你说水元素吗？对，水元素很无辜哎。有人说很讨厌，超逼。完工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乱抽牌。抽牌。我打用神恩树哦。你哪来的神恩树？抽牌，让痛苦跟我对话。我要死了，竟然在算。嗯，
你有听到？我听到你在算啊。我讲很小声。其实不然。好像很恐怖欸。好怕吧？好可怕。你竟然变羊？什么？那你要怎么面对我的火元素？不要面对啊！哦、还有那个，那叫什么？火球。疯狂的压倒，然后恐兽做成蛇鼠。哦，火元素。嗯，不大妙。大家都是小绵羊，哪有人家乱用羊的啊？是不可以乱用羊，不可以。你知道有规定说羊只能用在传说卡上吗？有这种规定？有。你是有炸鸡啊？没有，这副没有传说，是不是应该摆个炸鸡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若打那，你若放嗜血的话，为什么不摆炸鸡？我是抄别人牌的，他就没有放，所以我也没有放。哦，感觉好恐怖哦。而且我只有一张嗜血啊，所以而且也没有银白指挥官。嗯，我很想摆炸鸡身呢。可以啊。其实感觉紫罗兰跟嗜血蛮搭的。紫罗兰跟嗜血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能这样玩？哎、欸，你感觉很恐怖哎、欸，你感觉有两张嗜血。你是不是有烈焰风暴？不告诉你。我就说我只有一张嗜血啊。你只有一张嗜血。对啊。哦，我错了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。卡位置哦。应该没什么好牌吧？我想问你有什么传说？只有阿周。我昨天有抽到一张哦。什么？那个 Mio House 米欧浩斯。抽到一个超奇怪的传说。不管。竟然是不管，他变青蛙了。吓到了吗？屏障。其实没差哎、欸，你根本就没有烈焰风暴嘛。呵呵。而且刚其实就算你烈焰风暴，你也可以清完，你就用天生祭典就好了。对啊。那你有几张软泥啊 ？N 张。我有三张软泥。你那什么秘密？那个啊，就是你如果攻击我的话，我就会放烈焰风暴两次。什么啊？最新的法师秘密。我很乐意学习。有点强欸，紫罗兰。哦，你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想想。哦，摸一锤。哎、欸，到底是什么啊？计划啊？不知道。寒冰屏障。
法术那是什么？那个冰箱啊！我告诉你，还会是什么？感觉只可能是冰箱啦。你要知道，我知道啊。你不要那么着急嘛。哪有人在放冰霜星星啊？哇，我就有放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的背景一样吗？游戏的背景不一样吧？是有生火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哦，那就一样哎、欸。上面不一定一样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哎、欸，奇怪，这是我想的那副吗？啊，我就知道。我要把你变青蛙哦。不行啊！这副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你说你哦？对啊。我也不太懂。嗯。你是不是要煮那个，就一直把人家冻起来的那种？我有一天会跟你一样，好像跟我记忆中不大一样。奇怪，我也有可能是我要的牌都在，都是剩下的，投降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发现我们的背景一样。是哦。嗯、那我挂掉了哦。好。请进场。萨姆巴。哦，也是这个。小泥盖，石化武器，插座，算半个 AP。竞技场。哇，你这出来是怎样？嗯，选一个吗？这个好了，冲锋，软泥二号，苍狼龙还有幸存，苍狼龙，淡水二，闪电剑。嗯，选大牌好了。经过上回没有大牌的痛苦之后，选一些大牌。那选一个先祖之鸟啊，出来这么多次有点不好意思。四次哎，土元素、杀人巨人或是末日锤。土元素的问题是它可能会被王牌猎人，或是各式各样奇怪的东西解掉。然后末日锤是。怕软怪，山岭巨人是怕说不出来。嗯，金银龙，闪电剑二号，又有土元素，土元素哦。加基森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来个恐狼。酿酒大师，我是费明显不足，不过这还是要选麦。
第四章闪电剑，我还点大生物啊。这有试用过，感觉不大好。不过我有蛮多小法术，所以可能 OK。嗯，再次大生物，暴风城，擦撞吗？擦撞，因为不然我应该没有 LE， 然后就这样来抽牌。好，所以算是一个加减有 AOE 的加减。十二圣卡，这卡都超强。十二圣吗？十二圣的话应该要有三张闪电风暴之类。如果三张闪电风暴的话，本来还是比不上三张土原加墨玉。索尔，对上，真的？这是你自找的。为了末日锤，全星星啊，血比较多。可以选牛头啊，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没有加攻击哦，没有火蛇，没闪电，没幽灵狼，十一圣徒。要炸些东西吗？那是怎样？这个啊，他可能会继续打我脸。没有火蛇的话，你可能会比较难用。我好像没选到什么跟屠城配合的法，虽然是快攻法师。就想办法撑到后期，应该就没问题。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Oh no！擦撞闪电，法伤治疗，要丢一点东西出来。下一轮应该是这个，想问十，现在是八，不过他应该会跟我换生物。跟我喝酒吧。哇，把他叫回去。大喵啊！大喵。先点一下。这样等一下是大喵，等一下是五颗水晶。他如果再出那个妙啊！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我们还不错。哇哈，超浪费。我手上可能有两张火球之类的，一小碰就死了。
看几句。这一手漂亮，感觉打不大好。哇，神武让刷崩溃。三场。应该没有那么糟吧。我一开始闪电剑放那个是有点难。第一轮闪电剑不应该打，那这样后面会跟着卡。索尔，对上瓦利拉。你要小心点。为了末日锤。一二三。怕被刺，没有被刺就没有。哎，对的，他如果有头目的话，刚应该不出。这样我好像出错，这样应该出这个，因为这个不怕 S 七。我也有。持续难大中，他其实可以考虑用这个破盾。如果用这个破盾的话，就他应该会吃掉这一只或这一只。哇，这老师每个人都阿普斯啊，受不了！人手一张阿普斯。是第一，没有嘲讽的阿斯丁狗。你在说笑？没事。他有什么 AOE？ 应该没有什么 AOE。保险起见，这个先换掉。他打这只，毛里，哦耶，青蛙，14跟13，他。
劈手，应该会打。哇，再来一只，应该打这个。所以他应该会，哦，打我脸，很有趣。三四五，够。二分之一的几率翻到嘲讽，五分。先翻图再画。嘲讽。他如果冷血，我可能会死。算了，换掉，换掉。全部都是图腾。末日锤。他以为我换不掉是不是？他应该以为我换不掉。剑士暴风城的力量。嗯。是他等下可以直接换。不知抽牌还蛮奇怪，蛮浪费的。这样我每回合一定会，他剩下三张牌是什么？嗯，就是打掉。刚是会赢的，想一下，四点好像不会。元素王，引导我吧！元素王，引导我吧！哇，我做完无意识了吧？哦耶！我现在是多少？一吧。索尔，对上安杜因。我是。圣光会带来胜利。为了末日锤。萨。牧师，我遇到牧师都有很不好的回应，有时候很强，有时候很弱。元素，完工了。唯一可以利用我图那些图腾，应该就只有暴风城元素而已。二三生物，二三生物，三二，翻图腾吗？最好不要翻图腾。打脸，这样会怕他有
真言术士盾。他若有真言术士盾，那上一回应该要用什么技能？为了国王啊，放错边。为了荣耀，放错边。应该放这边，因为图腾会在这边。只有我跟瑶瑶。擦撞吗？敌人吧。为了荣耀。阿巴，请不要有死。有死的话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Oh no！ 有死。跟我喝酒吧。现在不治疗。嘲讽。为了荣耀。只有我跟瑶瑶。哇，嘲讽。这样会变成是一个四四，然后超载两点，所以等一下会是六号。所以等一下应该是数字长，这只应该出在这里。我有一把很大的枪。末日锤。所以等一下是七号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希望他没有那个软光，圣光差不了来了。说圣光啊，指标好吗？这是竞技场。我是魔法的宗师，魔法宗师。如果他是剩三 D， 变成一个五三，不能大生物乐园啊，超多大生物。他先出这个，所以他可能有施法上的帮助。神圣星星。还是出这个。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别眨眼。神圣星星，对啊，还有神圣星星。哇，真精啊！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。You are a frog, and I win。哎，对，刚好，你没有刚好，多二。你是只青蛙。
对啊，我就觉得可能太偏后期了，有一点后期卡起来蛮多的，可是我没有火元素。治疗是为了这些大卡血，我要生物。还可以吧，交织法伤，嗯，哦，这个很好，元素吧，引导我吧。我们放让痛苦跟我对话，好，像他其实有点亏，因为那个只抽一张，就是可能代表他现在的情况很不好。所以我可以木下这个，然后抵他没有东西，先下这个看一看。那如果我现在用钱币的话，可以叫一个效果吧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用这个加法伤，然后看要出这个还是这个，或是可以用这个。哇，一打就一解掉。所以应该下次。治疗图腾 OP 啊。来爆。对，火球还打不死。治疗，先看一下是不是气化剂。气化，感觉没有变样。应该也没有火拳，有火拳没关系，已经蛮壮。四点伤害。元素，赶快给西杀了！哦，我可以用闪电剑把元素打掉，真是新奇的体验。
现在是4吧，然后翻一个加法伤，然后就会变成6，就变2个5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圣地抢之王。所以现在这个法伤是+2，先当个补品。离胜利不远了，我有感觉到。6点是个火球，完工了。好痛！闪电剑，没错。哇，还有烈焰风暴。还好，但是9号，就这个喽。这个啊，这样刚好10。算我这里是有4。暴风，这造人几个？16。哇，竟然几乎被解掉了，简直不科学。嘲讽。治疗有没有？这个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元素啊，解决慢慢敲死他的。对啊。可想说，如果他没有办法解这个的话，马上就。这什么世界啊？太多了吧？超多 AE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为了国王，为了荣耀。你好，朋友。那风暴也阻止不了我。超多 AE， 这场你竟然赢了，玩得不错。我的锤是攻城啊，3胜，继续。所以可以在这边，一圈三圈十一个是别忘了。哦，装对面充满了 AE。差在哪里？差在这个不会吃寒冰剑，然后对面出一个生物，然后生物基本上都可以用石化武器解，然后再出这只。啊，偏偏就有这种东西，闪电剑呢？
有点亏啊。所以刚如果出这只的话，就可以把这只解掉。希望他现在没有东西。Oh no！ 要用闪电剑的吧。这样我下回合没有东西，下回合只剩三四号了。抽到手。不过他如果放元素，我就青蛙了。四六，这也是可以变青蛙。你也是只青蛙。那我是我唯一的要素，唯一的青蛙。所以等一下可以下青之惨之王或是超招。哇，没有东西。让痛苦跟我对话。下青之惨。门已开启。有火球，现在应该就会丢出吧。第一张就是火球。这超载多少？超载二。所以如果等一下第七回合出这个，再出一个坑。治疗图腾现身，没有。元素啊，元素啊，引导我吧。完工了。所以等一下有六只。牌有点太多，夸张。又多抽三张。我还有，最好不先出哦。我越怕，也不是啊。为什么不先出呢？请不要变羊，请不要火球。我说还可以接受。发现野兽，哈哈，这好像最不好。Oh no， 崩溃了！崩溃！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小凤，治疗，抽牌，你不要抽牌。元素啊，引导我吧！七点，九点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你。哦，受不了！我大力正极吗？没有。三张目光飞龙。三张木工飞龙，为了国王，这王应该已经输了。十一加一十二加一，为了荣耀，话说我应该选刺士，不过我没有任何刺士可以选。
残念。改天再打吧，今天才打得好不顺哦，超怪的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明天应该还是五六点开，或六七点，晚上六七点，或是五六点。那喜欢的话，请记得点下面追随，这里。应该是这里吧，对，追随。好，那我明天见吧，拜拜。这个放首歌，把它赶跑。